訪港嘅內地疫情防控專家團今日最後一日行程，下晝將會翻內地。林鄭月娥話：星期四喺深圳將會舉行兩地專家對接會議。今次的專家團訪港咧，對於爭取早日逐步有序通關咧，係至為關鍵嘅。咁啊，我非常之高興喺呢度同大家公布咧，我哋喺昨天已經收到嚟自港澳辦嘅通知。呢個第二次嚇，呢個係第二次兩地就住防疫嘅情況嘅對接嘅會議咧，將喺今個禮拜四即係後日咧，就喺深圳舉行。同樣地香港的團隊咧將會由政務司司長係率領，咁啊呢啲都係非常正面的信息啦。我係熱切期盼咧，我哋能夠早日向社會公布有關於可以有序通關嗰個詳情啦。